么样？还有一个细节，注意听一下，在出的时候，在这个出的时候，在这个出的时候，你看我的脚收回来是在小腿这的，出就在这，哒哒滴哒哒滴，当哒滴当哒滴，当哒滴哒哒滴，哒啦当哒滴哒啦哒。哎，这回有没有好一点呢？注意出的位置和收的位置，重拍的那个点，与此同时呢，你的脚底下的控制还有你上身的一个收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如果能够把上身结合好收紧，那么你的配合就可以往下走了啊，脚酸还气喘应该哈。